来讲过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幼彤。来看着你的东西。好，切菜啊。看着你的东西。我女儿现在用菜刀学切豆干了。对了，哦，用鸡不是用鸡，用鸡的，用切的不是用压的来，用压来压不断的。力气还不够，就用锯的。这次我只能用压的。好了，他已经切，了这个。哎呀，好，注意看你的东西，你不要管看别的地方。打光没？没凹成呢。阿哥。王柱，出税钱啊，是忘了哈、哦。我给你拿，你拿这个钱。哎呀，3200了。好了，现在正好了，好了。还有两块。哎，先切一块就好了，跟大家说再见。来。拜拜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和分享哦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你是谁？记得点赞我们的频道，祝大家拜拜。好，拜拜。